上小皮筋，以后就证明你有女朋友了。那我给你带点啥能证明你有男朋友呢？带点啥呢？哇哦，带个孩子怎么样？这回肯定能证明你有男朋友。我知道带啥了，刮胡刀项链，皮带手环，外加烟灰缸发箍，怎么样，一套都给你配齐了，你说满不满意吧？下课不？